疫情以来，多得大家都好自觉和自律。多谢你保持环境卫生，多谢你紧守岗位默默付出，多谢为抗疫付出努力的每一位，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，记低自己的行程，不舒服不要翻工或翻学，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，保持个人卫生，香港就会战胜疫情，同心抗疫，切勿松懈。